围裙妈妈总是偷偷把好吃的拿出去，这里面一定有秘密。啊，大头儿子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哎，小头爸爸来得正好，走，我们去做大侦探吧。啊，走吧。什么大侦探呢？为什么妈妈把食物放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这段时间妈妈一直这么奇怪。啊，原来是喂流浪猫。大头儿子，为什么妈妈这么喜欢猫？那不如我们把这些猫……大头儿子，别害羞，这都是为了让维群妈妈高兴。我是不是像小丑猫？不，是英俊的大头猫，记得走猫步啊。那当然，我可是聪明机智、动作敏捷、反应神速的小头爸爸。小头爸爸！小猫把网兜给咬破，越狱了！小头爸爸，小心呐！小头爸爸，这个办法行吗？当然行了，这是我经过精密计算的。等他们掉到坑里，他们来了。你们太狡猾了！大头儿子，儿子救我呀呀！这一次肯定行了。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。大头儿子，你先藏好。看爸爸给你表演一次，请进入。抓到了！耶！这回可把我给累死了。有什么事不能说呀？还非拉着我进来？围裙妈妈，请看。围裙妈妈，哈哈。围裙妈妈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大头儿子，你妈妈的反应好像不太对。不会吧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围裙妈妈不是很喜欢猫吗？你总是偷偷的去喂它们。对呀，既然喜欢，就收留它们吧，这样它们就不用再留了。你们呀，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啊，它们有自己的家。为了让我高兴，就让他们失去自由，你们觉得好吗？快走吧，以后我还会带着好吃的去看你们的。这猫看来还挺高兴。他们不生我的气了。是啊，他们把我当朋友了。以后我们可以不随便抓小动物了。好的，我替猫咪们谢谢你们。哈哈，这下围裙妈妈真的高兴了。身体健康，一二，
小豆爸爸怎么了？大头儿子，你看看，哎。啊？哦。哇，是蘑菇。没错，每次雨后，蘑菇们就噗噗噗地长出来了。不过，可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吃，有很多是有毒的。小豆爸爸，这个能吃吗？这个能吃，好像能吃。那我们一起采蘑菇吧。这个蘑菇真大呀！围裙妈妈，你看，哇，好新鲜的蘑菇啊！这种蘑菇炒肉最好吃。还需要吗？还有很多呢。当然了，越多越好。好嘞，小豆爸爸，咱们赶快去采蘑菇吧。拿着这个，快！开饭啦！好嘞！采了一上午蘑菇，早就饿了。啊，好丰盛啊！哈哈。看来围裙妈妈要犒劳咱们采了这么多的蘑菇了。还等什么？趁热吃吧。还是多干活好。越多越好，因为我是妈妈的小帮手。我是大帮手。我是。我是第一个抢到的。我开的水龙头。我第一个抢到水管的。哎呀，我是第一个抢到的。哎，你耍赖！哈哈，我可以浇花喽！哈哈，这些花可真够漂亮的，太漂亮了！哈哈，应该够了吧？不行，围裙妈妈说越多越好！哈哈，我是妈妈的好帮手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活还找不着，我去擦桌子。怎么样？不过围裙妈妈说越多越好，那我就再多擦几遍吧。擦几遍。哎呀，油漆都擦掉了，这只是小瑕疵，只是小瑕疵，其他都很好，很完美。大头儿子，我干的活比你多吗？我干的活才多呢。我又找到活了。我洗完了，一样多。妈妈说越多越好，我知道哪里还有。我也找去。这爷爷又搞什么鬼？人呢？啊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？围裙妈妈，我们在帮你削土豆啊！我比小豆爸爸多削了一个，哈哈。那是刚才，现在我已经追上来了。我的。我的。围裙妈妈，不是越多越好吗？做什么都要有个度才行。你们看看厨房变成什么样子了啊？怎么都是土豆做的菜啊？就只有土豆吗？对，这就是你们的功劳。看来不是做的越多越好。